就亲像一杯花烧无的体。感谢天地，予咱缘分绑作伙，做阵飞。我用生命爱你，今生到来世。烧无的心，有你温暖我心肝底，有你陪，不惊人生的风雨有我做。咱的爱就亲像一片花，烧无的体。你个性袂改，流万水，照烈阮的身躯来重生。就算我用查某人的身体，伊嘛是四界去流情呢，盐棒抽盐耍。另外一方面，流万水要害英俊，刷电脑害的文贤，敌军只有牺牲家己一半法力来救人啊！一声倒转去未来结界，都暂时拍袂开咯。阿姨，文贤，这里哟。文贤，你有较好无？我无代志啊，而且吼，哪像比较早较有精神安尼。真是的啊，安尼实在是足好的呢。英俊，你回来啊！多谢帝君跟阮斗相共，唔知影阮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报答帝君的恩情。我因为失去一半的法力，恐惊无法度拍开结界，转去到未来。所以需要有小法来斗三工，若是要报答，那呢文贤就来练跳小法啦。哇！英俊，你负责家教。我阿公有讲过，你细汉时阵有一个师傅教伊跳小法，原来迄个师傅就是我。既然帝君拢已经开嘴啊，文贤，你一定要好好练，一世人风采生面。真好，那呢为明仔开始，英俊。你着负责调教文贤，做一个合格的小贩。是。那呢，我着当好好报仇啊！以前你教我时阵，性格这么歹，常常提菜给我烧。明仔载开始，我着加倍行你。奇怪，阿姨，我哪会感觉脚只撇凉凉的啊？想袂到阿公竟然要拜伊的孙来做师傅。英俊要教文贤跳小法，首先都要先拜师学艺，然后再阁对灯条甲七星宝剑来行三拜九叩的大礼。仪式结束了后，文贤就正式开始要来练跳小法了。哎呦，我不爱练啦！哎呦，你为什么要甲我拍？拜师仪式，你有包过这个册啊？阁有七星宝剑，你若是做了无好，还是平淡，这两项其中一项就会拍过来。想要走，接我吧。阿姨，哎、欸，是你是你啦，文贤，啊是安怎啦？欠拍啦。英俊啊，你是安怎提车啊？要甲文贤拍哈？人无话，阁有讲歹人，当然爱提白过车啊，甲处罚。谁人叫阿公你伫我学小法时阵，让车啊甲我笑啊？无趁即摆报仇是要等到当时啊！文贤，你毋是有答应帝君，查甫囝吼讲话就爱算话呢。啊，毋过因昨下拢无予我休困呢。休困？连无偌久就咧发忝哦。过来，我甲你发术。发术？文贤，小法爱学的物件。有符、禁、咒三种，符是符啊，禁是指诀，咒是咒语。这三种拢有符谱、指谱、咒谱能参考，知影无？文贤，你体内有我一半的心力，所以你真紧就学会晓啊。要施展法术哦，这精子头哦爱做溜溜，所以哦爱练习，把手放伫后壁。用上紧的速度吼，凹出抓飞机。哪？天青将第二名抓的飞机飞起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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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失败啊！师傅，你真厉害呢！敢搞笑？啊，你唔食啊？你来啊！铁石军，第二人，抓飞机飞起来！你真厉害哦！奇怪，哪会连文慧拢成功啊？阿公当初是讲我失败原因是因为唔相信世间有神，啊心头阁袂定。啊，不过即摆戴军就伫我面头前，我已经无提起啊，哪会阁？英俊，你只要让你的心头定落来，相信家己，你的法术就会成功啊！是，我知影。但英俊的命有够大，安尼拢有法度闪过，也毋过我会记哩。确实是因为即届危机，才让李文贤迄个狗熊仔身体好起来。可恶，敢讲过去真正无法度改变，我只会当目睭紧紧看手眼死，然后白白坐甲五十年。啊！你一个创啥？咱弄来弄去，爱来爱去，想要吵死人哦！你也别困，咪跟我出去！哎，咪老师傅，咪送我出去啦！我跟你讲，你吼若咪困伫个房间头趴哦，你就出去困客厅，还是出去困厨房，甚至困便所，由在你啦！哎，我老师傅，师傅，你听我讲啦，我安尼嘛是原因的啦。原因？你的原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有原因就咱吵困醒，哈？是啦，师傅的，啊你嘛知影，迄杀人魔吼。即摆该想要对付李洪生，啊，本人搁甲洪生带到阵，我当然嘛烦恼不能。帝君一直在甲银尊身边，我真正真歹对甲银尊下手，我知影。哎，既然安尼吼，无你明仔去甲文贤带倒转来尽做规矩，也毋过我有条件，条件就是你啊顺续甲帝君嘛请倒转来住。你即摆讲啥？我话吼，袂讲第二遍啦。你若听无哦，就准丢煞。水某的，我就知影吼，阮水某的上介明理，上介宽宏大量啦。水某的，创啥你？水某的，多谢哦。我明仔载就来找洪生，甲阮娘带转来吼。多谢哦。这个查某的身躯，我摸了有够神啊，而且三不五时，就爱和迄个老不休乌白婆。真正足烦的，看来我爱甲阮神主抢转来，抬死银尊，然后甲这个身躯换掉。我唔答应。你唔答应？安尼你敢敢保证杀人魔来找你的时阵，袂去伤害到文贤？你是啥物时阵爬到这尔关心文贤？我有困难啦、啊。无你当作囡仔，唔免照顾，唔免饲，就只等伫伊身躯边，伊就会家己大寒心。搁再讲啦。我的结巴阿姊嘛是文贤的老母，就是因为要甲你约会，才会去予杀人魔害死。就是因为文贤的老母死啊，我才更加爱保护文贤的安全。遐人，我要来对起文贤因老母啦。文贤是阮家的子孙，照理应该受到真好的教养佮照顾，毋是安尼对你四个去拍拳头袂高用，有一顿无一顿咧受苦，而且伊即个佫差一点仔就死去。你讲，你敢忍心哦？好啦，既然安尼，你就将文贤带返去灵祖归宗。安尼真好啊！看洪生这么优秀，不用的，我要想办法让伊欢喜。洪生，你看，那是啥？嘿，遐无？
其实红生笑起来比这花还佫较水，我无足想要逐工拢会当看到伊。啊，毋过我是对未来来的人，而且未来世界无红生。对啊，红生后来去倒位啊？我若从来毋捌看过伊。文贤，这块玉佩是咱家祖传的宝贝，阿爸即马就要甲伊送互你。对今日开始，你就是咱家家己的孙啊。伊毋是我阿爸啦。文贤，你着收来啦。非得早班你嘛是爱转来人家，这是你的命，是你的，天公伯自然就会给你。收起来啦。安尼就对啦，乖乖好心。德哥，文贤，来啦，饮一杯凉的哦，止嘴干。哎，德哥，请坐啦。哎，文贤，来，请坐。老娘。哎。那无去啊！带佫无去啊！紧找伊啊！紧嘞，紧找伊！万神珠总算在我的手头，有了万神珠的法力，我就用甲这查某的身躯换掉，转去以前烟斗飘飘少年时。秋恩，你有要紧无啊？秋恩啊，你上来倒位，我看卖啊。夫人，唔免啦啦，小寡伤尔。我扶你进来哦，唔免啦，其他啦，卡细只个哈。离婚外怪了，变啊有够奇怪，对我变啊有够歹嘛，真冷淡，而且敢爱着手下呢，袂用个，我一定要找机会问清楚。有关家，什么代志啊？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？快快快！丽芬，你哪会变到对我这么冷淡？真正只要让少年的我看到，我的身躯就会开始消失。我跟你讲哦，你上好紧走，啊，若无我跟老爷讲。我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你活过来了对秋燕有够好诶？亲像秋燕，就是你爱人诶。少年的我是头壳歹去了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我甲你讲哦，我有气眼啦，所以吼，你想我紧出去，莫互我话着，啊，若无我讲着吼，你就会死啊！想袂到你为着要灭我，你这么含白草话，你嘛讲会出嘴？只要莫卡着伊，应该就无代志啊。尤万水，咱即马吼，着甲话讲个清楚。你上好离我较远个，莫搁对我高高低。啊，若无，我唔呐会予你无头路，而且吼，我搁会找人照三顿甲你拍。秋月，夫人，
夫人，我拜托你，你马上来万水好吗？秋月啊，这件代志哦，跟你无关系。哦，有关系，因为我日头跟伊万水。夫人，我拜托你，你帮万水一条生路好不？将来我日做工作要报答你，拜托你啊。原来秋月这么爱我，也不过少年的时阵，我绝对袂起。秋月，来坐。多谢你，今仔日替我当带军的领导。这无啥物好说，多谢呀。对啦，啊你拄只，甲丽芬讲你爱我，我有听唔到。是啊。我替你摇头茶，我把头茶放好。哎、欸，这不是丽芬的头茶？这是夫人送的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文香买破的？是啊。结果万水发现我杀人的证据啊！这物件的主人都已经被我杀死了，谁叫伊要跟我抢万水？想到秋兰这个查某这么冷静哦，真好真好。万水，万水，你看到文贤无？伊毋是伫房间睏。无啦，人无伫房间，啊，毋知出代志啊未？一早起好，大细声一个喊声啦。地昏啊，文贤无去啊啦。哎呦，你是伫紧张啥？啊，一个囡仔屁事走去倒？黄世时受伊的黄姓阿姨走去因家找伊啊，啊你直接去黄姓因家看，毋着知影。看起来英俊，是真心想要保护我，直接让我最感动的呢。你几下拢无睏，是你要休睏一下啦？我有餐水果给你吃。好啊。哇，好生，多谢你呢。过来。嗯，好个。哎、欸，你等到我家啦，要不然来跟你抢啦。洪生真爱足水个，啊，不过我袂当动心。我是未来的人，无法度陪伊到老。谁？又看到文贤无？啊，文贤不是在恁家？要给伊泡茶啊？是啊。无对啦，文贤吼泡茶啊，所以今摆我拢要找伊啦。他是要安怎啦？哎。你衫内底是啥？这敢不是我送的文贤那个杯？那是你衫内底，面顶骨拢全花。无可能啦！姐妹，这玉佩八百块，看起来文贤应该出意外。甲英俊，你是第几个好汉？你来哪做这款代志？杨管家。把甲英俊抓起来！是，我啦，这两是误会，我来弄上来文贤啊！文贤是我老公，我来弄上来你。阿祖啊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你家的孙的。你老袂讲啥？别跟我袂讲啦，该放走。
确实少年智慧君子。老万水相信英俊的孩子秋元都先下手为强啊！英俊是要解劫所，却颠倒拄到死劫，伊是要怎躲过这关呢？明仔在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配合小福官。第十七到十八世纪时代，有真侪军人伫平湖扎营，因为信奉母神，所以真侪庙宇拢供奉关公。西树乡都有一间关帝庙，流传一段神明的元神去用绑票的故事。关圣帝君呢，因为神威显赫，所以先受到这个民众的崇拜。那有一天呢，有一个登山人呢来平湖佚佗，啊，看到这个关圣帝君神灵呢这么威风哦，就拍算讲要给伊绑票。信徒呢不知影要安怎较好，所以呢，紧来通知这个副官。等众人哦走去到这个港口的时阵呢，啊，这个船呢已经开走，就由这个副官呢化一片的浮灵向东方挂销。关圣帝君的这个元神呢已经家己吼啊，这个逃走回来。较早农业时代，因为医药无发达，副官嘛会扮演怎啊头赤脚医生的角色，替信众来做法。因此深深受到敬重。世情千帆为着你，不知甘的去嫌阮过去，爱这深情这深，拢是命运创定，相信你也无愿意。谁人无树叶的味？交阮的爱，才是甜。请你永远陪伴伫身边。